我是共和国同龄人，我们这代人呢，共同见证了历史。当年铁柱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身惊雷。我第一次发现，图书馆里面的书我可以随便阅读。就是两个字，就是探索吧，不停的探索。那我们就应该有责任担当，没得不担当谁担当？所有的中国人对中国的发展或者强盛，都是充满了期待。中国女子台球队获得了奥运会女子台球比赛的冠军。我小时候一篇演讲就是说我将来要当奥运冠军，我实现了。上一代是站起来的，我们这代是强起来。中国大发展的背景就是我们这七十年期待人幸福的印证。每一个人要没有国家就你怎么活，你到哪里去？欢迎收看激荡中国。过去七十年，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每一个家庭每一条街道都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中国的发展是运气还是必然？是依靠外力搭了便车，还是源于自身的动力？这些问题一直在吸引着全球学者的关注，有不少人给出了结论，又在不久以后自己推翻了自己的结论。中国的发展实在是令人好奇又迷惑的问题。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也想沿着这些问题的线索，尝试用600分钟的影像来进行一番探寻。600分钟对于新中国70年的历史来说，无疑是沧海一粟。我们的探寻也一定无法做到包罗万象，但是我们仍然希望穿行其中，去体会，去观察，去感悟。因为今天的中国正置身于一个全新而陌生的环境，我们将要踏出的每一步结果或许都充满未知。我相信从过往中得到的启发，也是对于今天和未来中国的价值所在。奶奶，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这是我在那个腊木班照的。那你这是什么干什么呢？这是我这是焊接叶片上叶轮上啊。哦，那时候真年轻。我叫李孝义，是哈电汽轮机冷作分厂的一名质量管理员，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80后。我唯一能称得上特别的地方，可能就是我们全家三代全部都是哈电汽轮机人。谁说你爷爷吧出国，他没欢送他两个好朋友给他在太阳岛照的。我爷爷去哪儿？去苏联。去苏联干什么呢？去咱实习学转子。到51年，这是解放两年嘛，就招女的去。我是第一批到中国烟工厂，是第一批。早上起来吧，他8点钟上班啊，我就是6点钟就去化蜡，化蜡脚蜡。等他们上班吧，就不用化蜡了，自个就可以压了，就这样解决时间了。都是晚上工作，这个温度啊，室内温度跟室外温度一样，说冬天有一样的冷，夏天有一样的热，要求我们做一个中国的自己的标准世界式系统。那么你总得拿得出来。我一生的信条，我的能力有限，我也不是什么天才，但是我觉得身为中国人要尽你的力量，
为人民做点好事，为国家做点贡献。Dr. Shui Shenchen, A1, Caltech scientist and won the world. The accusations were made at a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hearing to determine whether Dr. Chen should be deported as an alien belonging to the Communist Party. William Ward Kimball, both identified cop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registration form that certainly made out to the Chinese scientist. 打基础的时候花的时间长，打基础的时候看的一切乱七八糟，打基础的时候一切这个建筑建成以后的好处大家都不能享受，但它是必要的。中国的底子那么薄，希望把底子打厚一点，这种心情是很强的。值真值啊。退休说了叫我回去干配料去，我还干，我没干够，特别幸福，不是幸福，特别幸福。保守国家应该在任何岗位都可以做到，并不是说你做大事你就保守国家，你做好你分内的事情也都是保守国家。这就是爷爷奶奶生活的那个火热年代，那时的他们并不知道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国还会经历很多苦难，而苦难之后是让他们更加意想不到的心声。这个现代再不起来，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78年11月24号那天晚上，我们这个心情是比较沉重的。我们就是处在十字路口，如果说我们不这样干，我们就被饿死，就要逃荒要饭；如果说这样干，然后就要被坐牢或杀头的危险。以后我们还选择了这条路，无怨无悔。78年不光是国家开始转折的一年，也是我们这些77学生实现转折的一年。在78年的前半截，我是在做什么？我是汽车厂的工人，我当了10年工人。这个10年大锤抡下来，我这个右胳膊比左胳膊长了1.5公分。
我们一个团有2000多支青年，参加考试的有三卡车，装满了满满的三卡车，150多个人拉到县城去考试。说顺江公司七大队有一个年轻人叫陈玉新，想考大学疯了，我家里的墙，所有的墙上用木炭洗满的，公司定理洗满的。有人问说，陈总，你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什么？我说是我考上大学。当初我们刚创业的时候，这个企业家基本没有，我们也不算企业家，就是想试一试。我们觉得自己有能力，不应该那么受苦受穷，总想用自己的能力去做一点什么事情。就是两个字，就是探索吧，不停的探索。做企业也是这样嘛，真有点像爬山一样，不断的登啊。在登山的时候觉得身体更强壮了，我就会往上面再去登。前锋队发球中内，天下球发球，好球，探头球。这样，中国女队已经取得了世界冠军，他们高兴地抱在一起。我们当年是完成了这么一个转折，我们在用心为国家、为社会、为老百姓做实事。你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受益者，那我们就应该有责任担当。你再不担当，谁担当？奶奶常说，我们全家都是时代的受益者。正是因为赶上了哈电汽轮机铸就民族动力之魂的时代，我们一家三代人才有了今天的人生轨迹。20世纪80年代，我的爸爸和姑姑先后进入了哈电汽轮机。1987年，中国第一台600兆瓦汽轮机在我们厂诞生，中国国产汽轮机单机容量正式跨入了600兆瓦等级。姑姑说，她和比她大2岁的爸爸都成了厂里的中坚力量。那时的他们就是一路在跟着不断前进的技术跑。又建厂房，扩大生产能量增大了，结果这厂房又加个2850厂房，又开始建可转子的大车床，就形成自个的整个工作能力。跟不上的话，就得让水平高的人你帮帮我，也是连滚带爬的。你要不这样做，真不行。解放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总的铁路运营里程在22000公里，就到我上学的时候呢，就达到5.4万公里。每年以1000公里的这个新增运营速度在建设。这个一开始这个汽车就是靠我们自己研究出来的，因为这个工程师他们都不相信我们能生产汽车。我们去全世界请汽车专业的工程汽车人员，没有人相信我们能生产汽车，所以他们都不来，我们就自己做的。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流血表明了中国要向世界的开放嘛，因为这种东西的第一次老百姓自己是不能创造出来的，它必须要有国家政策引导才能创造出来。下午3:00，京沪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廊坊站是京沪高速铁路自北京南站始发后第一个经过的车站。我们国家的高速铁路每年新增的里程将在5000公里左右，就是得到了一个快速的大发展，占据了整个世界高速铁路长度的60%以上。如果看过去的20年、30年，今天我们成功这些优秀的中国企业家们，他们身上一个共同这个词。叫 Long China。 在爸爸和姑姑的时代里，他们就这样用力追赶着，目标在他们的心里。Mr. Peak of the Working Party to introduce the report。我大学毕业第一个月的薪水就可以拿到人民币7000块钱一个月，要知道那年代在上海淮海路上最贵的房子也就7000块钱一平方，所以我们那时候进这个出口外贸的纺织服装企业，那就是好像进入挖金矿一样。中国加入 WTO 以后，我觉得我们能看到中国的经济是真正的腾飞了，我们成为全世界的工厂了。你去美国发现超市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的勤奋和中国人的智慧终于有一个向全世界展示的机会。我将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为什么要知识英雄？就是凭你的聪明，凭你的智慧，凭你的这掌握的知识，你就能够把公司的原始积累积累起来。我想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更多是时代赋予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你要做的事情只是上车就好了。重仓中国，重仓未来。什么叫未来？创新啊。重仓中国，中国是世界的未来。知识创造财富，70后一代的经历是这句话的生动注解。接下来我们这一代就要登场了。出生在1986年的我想告诉大家，我们80后的时代注定是不同寻常的。首届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奖获得者是赵蕊蕊。当时我跟郭晶晶和张一宁坐在一起，都一摸手都冰凉冰凉的，很紧张嘛，要上台。后来就聊起来，都是81年的，都是80后，哎，都很开心，觉得。你知道这个领头的是谁吗？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黑猫警长。像天线，记得你。
八零后出现，就是出现的时候，七零后、六零后有点觉得八零后哎不行，他们会觉得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然后呢会觉得娇气啊、小皇帝啊、不能吃苦，怎怎怎样怎样怎样。世界上啊，有各式各样的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像我们这位邋遢大王。一开始的那种定义它是不对的，他没有经历过。其实任何的标签化也代表着自己的一个偏见，很多时候人性如此，就觉得别人不如你，一代不如一代，但其实社会的发展告诉我们，就一代肯定比一代更强。With the first pick in the 2002 NBA draft, the Houston Rockets select Yao Ming from Shanghai, China. 国家创造了历史，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成为了世界第一人。到现在，大家定位说，哎，八零后还是蛮有担当的一代，真的是蛮有担当，自立，所有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做，也没有人就是兄弟姐妹帮忙，就是自己。很自立自强。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我们一直坚持，坚持到哇，移动互联网来了。以前你我还要去想着如何把餐厅去降低电脑成本，哎，现在有手机了，手机就一两千块就能搞定的事情，上网也特别的便宜。那么到后面移动支付了以后，其实很多东西都能解。这是其实是我觉得我们八零后其实是说经历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机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团购市场成交额达到770.1亿元人民币。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昨天被曝将于下半年启动上市。自去年饿了么收购百度外卖之后，早已促使外卖行业从之前的三足鼎立变成了如今饿了么与美团的双雄争霸格局。在移动互联网的创新，在跨境电商领域以及在新零售领域这三块，我是看到一些非常好的项目出来。星巴克它能在北美市场开1.5万家店，我相信中国的茶饮料行业它有一天也能开出如此的辉煌。八零后这一代人天生就是一个在追求独特以及在试图去创造独特的一帮人。而我作为一名八零后，虽然没有一些小伙伴那么光彩照人，但我也还是和更多的同龄人那样，在自己的岗位上踏实工作。一晃我进厂也11年了，常听人说，现在90后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到厂里来做一线的工人了。他们其实不明白，对于90后来说，他们的人生他们自己会做主。我们有一个同事，他现在是劳模，他就是90后，焊接方面的，然后也有自己的工作室。90后有90后的特点，他们也很少保守思想，思想非常活跃。现在我很喜欢看90后，非常有斗志，输得起。90后这新一代的创业家，他们是在这样商品社会、竞争社会成长起来的，他们是接触的这种文化知识层面更多是国际化的，他们接受的教育质量，生存的社会环境和对他自身素质的培养和形成要远远超出我们。他们是改革开放红利的真正的受益者，他们可以做自己更喜欢的事，他们应该是活在更好的时代里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啊，真的像节日烟火一样在创业的夜空里璀璨的绽放。
中国的九零后，我们面对的这个使命到底是什么？上一代是站起来，我们这代强起来。短的时间发展到这样，这些年车间里的变化太大，每次在电视上看到，奶奶都不敢相信是真的。我就和爸爸商量，趁着奶奶腿脚还能走，要带她来厂里看看。来，转子，这大转子，哎呦，这就来了。你爸就缺那个，我爸就缺这个。中国发展的厉害，翻天覆地，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吧？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就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让大风唱出莫名的思念，不知道